我给你看看。我这给多的。快喽！啊，我这快，啊，我听你干这的，我这是一个盾，盾儿，哎呀，有，我给你看看。这硬盘那这填可填不中，就是说了。来，不贵。你看这肥毛是便宜的，你看便宜了。这还起老啊，这个车都备用了，但是俺叫他还是搁叫他搁着卖吧，还有必要啊，这还养家，这还张家，这但还那你两条好轮子，两条坏长轮子，你这二你那个加上那个加上你加上一两千七，那呢？七万三千的，行。七万三千三，七万三千三，你给的就。中台是往回拉，叫拉吧，拉回老蛋，拉回老蛋再跟这样说，你说嘞？拉回老，啊，叫往回拉吧，你说你叫他说拉回老蛋说吧，是吧？嗯，拉回老蛋这样我一下子催过来，我说等着姐给他回话了，啊，是吧？因为开始往回拉，那也产生费用了，这价不然起。这不能报了。这包就贵了，是吧？那你给弄好的了，我爸也不来家，回来给我挨让就行了。哎呀，你我跟你说，他在家不那，他在家。我看俺那也拍点视频，这弄那么大好嘛嘛，俺拿手凑的。嗯，对。热还热，还热，很热。你把那个麻花再卖出来，咱这回不是拆俩的那边？啊？你那边这不拆俩？那拆俩就拆一个。你种地呢？
这也穿不了。嗯。那我这我咋这么快啊？我这几个月了。少了，俺这头回家到这来。挺好的，这猫还不赖，它也不动它，你动会儿。那动会儿操蛋，我早买它，挺柔的很。你给你看，它不动会儿，用那个根本就。不是，那不去了。我说出来啊。是吧？是分。该回去的。那我是啥呀妈嘞？你是咋看的？看梯子去哪儿了？赵县的。赵县。好嘞。我赵县。哎呀。看一个梯子几毛啊。一大毛。是给这儿几毛啊？啊？是给问你这个，这四蹄儿十块钱不准沾？不沾。我掺一个蹄儿多少钱啊？15。这个就舒服多了，还放平了。那你看这块儿，放平。好多东西呢。那脚背那放的话，它也不好弄啊！哦，压着高了是吗？不是咱们的，不是。咱们这邻居的男的，我那那那个长袖的早就忘买了，才买有一万块是吧？嗯，买多是不买走货不走货，都是伢肉底儿，这都肉底儿。真不干，起码就是起码就别出去，上哪上看？上哪上看？哎，上这他也不敢走了是吧？他头上没有他别扭，你看他那他这啥？这那不正常看着是吧？怎么了？这你这回家咱们别进去，家里家里那个别的不能进。